七日上午，某品牌在首尔青潭东举办了品牌上市站台活动，演员韩高恩、孙恩淑、韩彩雅、金之和、李世荣等亮相出席了该活动。这天演员们都以不同风格的靓丽时尚装扮搭配该品牌的包包现身，每位艺人一出现都让人眼前一亮，现场的闪光灯也是闪个不停。心的